这次我们为你开箱的是511的新款 Urban Utility Rock 25升城市多功能战术包。这款包分为战地绿和全黑两个颜色，我们手上的这款是战地绿。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横平竖直比较偏桶包的包身结构，正面有不少的茉莉织带，这里有一个低调的511 logo。 这里的两条茉莉织带有魔术贴毛面，方便你粘贴个性的士气章。左右两边各有两条压缩带，但其包身结构导致其实这四条压缩带的作用并不太大。来看看背面，背负系统也很简单，那就是几乎没有背负。肩带的做工还是不错的，左边也有这种带毛面的茉莉织带，底部是战术背包都会有的快拆扣。虽然这款号称是城市多功能背包，但是外表感觉还是纯正军包的样式和设计，并没有灰人那种城市融入感。这里还有两个腰带扣件，应该是还可以加腰带，不过一般城市背包确实是不需要的，很少满载。再来看看侧面这两个双翼拉链口袋，这边有一个大网兜，里边有一个分层，还是比较大的，感觉放个大水杯没啥问题。再打开这一边看看，一条钥匙挂绳，一个分层，以及四条大小不一的竖长的隔舱。里边还是一个口袋分层，这两个口袋实用性还是不错的，方便放置一些城市通勤的随身装备。再来看看这个顶盖，就这么大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好像外观也没什么需要讲的了。打开顶盖来看看，顶盖上还有一个大网兜，这种还是很实用的。整个包内部就很简单了，一个空旷的大空间，除了这里有一个笔记本电脑隔舱，空间还是比较大，是直接到底的，官方宣称可容纳15寸以内的笔记本电脑。整体的保护缓冲材料还是比较厚实的，这里的扣子其实设计的蛮用心，采用一种仿古的纽扣设计，让人回到上个世纪军用包的感觉。其他就没什么了，整个包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，这样一款带着上世纪仿古军包气质的城市战术背包，你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？如果告诉你售价1399元，你死心了吗？大家可以留下你们的意见。想要了解前沿装备资讯，想与各类装备玩家交流，想免费试用各种新装备，扫描屏幕中二维码下载 Kicker APP， 我们在 Kicker 等着你。